老公，你看这什么？这是你喜欢的颜色。九一什么日子？大家记得，记得哦。什么日子呢？就是我们大王的生日。对，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好。那今天伟人就想要说，在我们当生日的那一天呢，帮他做一个企划，让他一个 surprise， 颜色怎么变了？变成他想要的颜色。对，那这是不是很棒？超级甜蜜的，你看看。没有了，应该是说我想不到什么生日礼物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把嘉良支开了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要给嘉良一个 surprise， 因为你也知道，我这几天前几天我就骗他说我把车子啊拿去维修，然后顺便保养一下，可能要待到几天，然后他现在完全不知道，也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我们先去找布鲁斯，我问他现在改的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的惊喜，惊喜，哎，基本上都完成了。对，哎，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。好啊。对对，反正我们惊喜不在我们身上。哦。哇。哎，这台以后就给我开就好。你上次我们选真的这样贴完之后，它真的是，它你看每一个角度的光泽都不一样。我们其实包膜里面实验算是还不错的，算是中上。上次选的那个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所以它现在用的这算是丝绸灰啊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其他地方，例如说像上面都是用亮黑，有没有？让它的全景可以直接延伸。这好像新车哦，感觉就像它像是一台新车一样。对啊，感觉起来就是会比较。就是大家会想要整个整体的造型上来配这条。喂，你好。我就是想要说拍摄一些车子。对，放不起照相。那所以才叫你过来啊，来露出一段，你只能露出一小段。好，走。走，老公，你看这什么？这是你喜欢的颜色。这是蛮漂亮的。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是你们也有卖这台车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的客人要包膜。那我们有做包膜嘛，所以基本上客人就选了这个颜色，就是颜色是很好看，是你想要的颜色。你会觉得它很面熟？你要帮我换了吗？因为我之前刚刚说我想要去包膜或者要改什么，他都不让我改，他就花很多钱。是要花很多钱啊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其实今天就是你的生日啊，所以呢，你的生日礼物，加油！这是我的车啊，没错没错，来看一下。当当当当，是车牌揭晓，是不是你的车？这真的是我的车。很开心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颜色？你每天都在一直跟我讲说，你看，这是不是很特别？这是很特别，这颜色是很好看。我觉得要换这颜色，这是超漂亮的。从头到尾呢，车子状况都很好，也很漂亮。只是我也想说给你一个surprise，刚好今天是我们大王生日，所以我们呢就在选在这一天把它全部交给你。因为我本来买这台车的时候呢，最终的梦想它的样貌就是要像这个样子，但是中间其实有时候工作很忙啊，拍戏，然后所以很多东西没办法那么快一次做，所以我轮框啊，然后烤漆啊，然后包膜本来是想说会花一笔钱，然后之后有机会有缘再用到，结果然后因为其实我就一直心里想说我到底要升，我来看一下，完全不理我。这台已经变另外一台车了吧？对啊，对，完全就跟原本的样子不太一样。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这个颜色呢，就是因为当初我买这个车，就是因为它的线条感、运动的风格非常的浓厚。但是有时候开一开，又觉得白色好像还是差一点点，那个味道。看它好开心啊，开心！你会想哭吗？我其实也没有什么，没有，因为哦，没事，是男人就是要硬一下。所以我们没有，因为我刚才说被 Q 进来要介绍布鲁斯的那个还没介绍完，我们就被 Q 来揭晓了。对，因为他只是个幌子而已。好啊，谢谢老婆啊。你是嘴软，是。